逆时闹钟能让僵尸逆向行动持续8秒，但有个副作用，所有卡片冷却时间持续增加。作为苹果闹钟的同类，被寒冰僵尸打到的话，僵尸逆向8秒变14到16秒左右。高冰果逆向照样能打逆时闹钟，但不会造成伤害。抓马的是，苹果闹钟现在是不会被僵尸打到，而逆时闹钟会。阳光加农炮，点击发射一枚阳光玉米棒，落地触发阳光炸弹效果，每消灭一个僵尸掉落25点阳光。哇！禁忌寒冰菇，冻结全屏僵尸30秒，并使全屏僵尸获得王语，生成一个寒冰墓碑。寒冰墓碑王语能冻结3×3范围所有僵尸3秒。哦。彩虹糖果，糖果消消乐升级版，可种在任何地面上。种下后先触发糖果消消乐效果，再赋予僵尸红温。着手。黄油，中毒减速，冻结。美货。